下面用夹子，上面用，哦哦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找，哦，嘿。哎，真的补起来了，太扯了！仔细追问才知道啊，原来为了卖相好看，大哥才会衍生出捕鱼标的加工动作。哎，可别看这吹一吹没什么，试过才知道，不会让你喝本呐。因为基本上像这种牛皮纸啊、油纸啊，它碰到水以后啊，它也不会透气，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把它包覆粘住。这个真的是最方便的。补它的方法也不用拿针缝啊，什么都不用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洞，好，对，可以吗？哎，会戳破它呢。我试试。哪里破了？刚才就嘣一声。哥哥拉伞没有，太大力了。哦，太大力了。哦，太大力了。再一次，轻轻一点，哦，轻轻的。没有啊。你骗人，他根本进不去。你看我多这吹那么用力，一定有地方破掉。再包一次哦，没有包好。哎哎哎，不加那不行啊，没包好。还是因为我刚才吹太用力，把它吹破。没有啊，他那个没事。啊，破掉了啦，是我吹的。是不是就跟你说了吧，这个没吹好啊，不只会弄破人家心血，所有的努力更是付之一炬，而且补完的花椒还得经过日晒处理才算大功告成。哎，不过啊，说真的啦，这玩意儿都长得一个样子，到底怎么看好坏的？哇哦，一进来啊